一滴冷氣都冇啊！完全是拍攝中斷咁滯，跟住去到後尾咧，我係要一開頭係爬嘅，爬完之後咧，我就成個瞓咗喺張氈嗰度。大家好，我是 Wien， 我现在的人在泰国，今次来泰国是我人生里面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来泰国的，很多人都会很 surprise， 就是觉得啊，你没有去过台湾或者泰国，因为由我小时候开始一创业18岁就去了韩国定居，每一次想去旅行的时候，如果想起泰国或者台湾，韩国飞过去其实是很贵的，对于我这个香港人来说，我一定会觉得哇，如果我付得起这个钱，那就不如去美国，又或者去一些更加远的地方，所以一直以来成30岁人都是未去过泰国啦，同埋未去过台湾去旅行嘅。咁但系今次我两个 PD friend 咧就想过嚟泰国，所以咧我就 join 埋一齐啦。因为系我第一次嚟泰国啦，所有嘢对于我嚟讲都系好新鲜啦，好新奇啦，啲嘢食好好食啦。咁嚟到泰国嘅时候咧，有好多观众有问我食完跳跳虾嗰啲有冇肠胃炎啊，又或者水土不服咧，我系完全冇嘅。但系反而最唔习惯嘅咧就系天气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住喺韩国咁多年，咁就嚟到真系好热啦。咁呢一个系我唯一要少少时间適應的東西，因為今次我們過來呢是適逢這個泰國的潑水節啦，在外面是玩了全日曬了全日，所以呢今天我要去這個做 gym 嘛，就只是化彩妝，而是底妝都沒有擦，我是就這樣用一支防曬呢，我就這樣出門口了。我之後早用的呢就是 BOH 維他命美白物理防曬霜，這個呢其實我由一年前已經開始用的了，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呢說的是年幾前 Olivia 第一次在香港周年紀念的時候，我已經有收過他們的 PR gift 啦，我是用到冇曬之後咧，長期 keep 住買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今天就咁用咗呢一個咧，擠咗少少喺塊面嗰度咧，搽出街我就算啦。我最唔慣就真係呢度嘅天氣啦，好立啦，好焗啦，仲要再搽粉底嘅話咧，我真係頂唔順。佢呢一支嘅防曬粒子咧，比起傳統物理性嘅防曬，佢嘅粒子咧分布係會更加均勻嘅。咁就算好似泰國呢一啲咁強烈嘅天氣咧，我真係完全冇搽其他嘅防曬喺塊面嗰度，因為真係太辛苦。我連手手腳腳我都冇乜點樣搽咯，佢用上去佢一啲都唔立啦，但係佢完全已經可以有效咁樣抵擋到紫外線嘅傷害，同埋重點咧就係我今日要出去做 gym 啦，但又要拍片咧，我係唔可以好立黃咁樣出去噶嘛，但係咧佢就可以做到提亮膚色啦，同時可以達到防曬調色同埋同時間保護皮膚嘅效能嘅。今日要一早去做運動嘅關係咧，我塊面係真係完全冇搽任何粉底啦，我就咁齋搽 sun cream 咧，個感覺咧係超級透薄啦，同時又可以提亮到膚色。咁就唔需要擔心咧，唔用粉底嘅話咧，個人會好唔精神啦。咁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少少瑕疵嘅話咧，其實可以重點喺上面加翻少少遮瑕膏，已經好 OK 噶啦。我平時在香港出海啦，同埋長時間的户外活動咧，我都會用呢一隻嘅 sun cream 嘅，所以咧我今個泰國 trip 咧，我就淨係帶咗 BOH 嘅防曬過嚟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要預備出去啦，差唔多，因為我哋約咗係12點去操嘢嘅。俾大家睇下我今日嘅 OOTD， 我全身都係琴日喺 Night Market 買嘅。嚟到真係太熱嘅關係咧，搞唔掂，所以我都即刻喺 Night Market 嗰度咧買咗對涼鞋著，一全身都好色彩繽紛，同我平時一樣。真係有少少緊張啊！一陣要去嗰度操嘢，因為我聽 Miffy 佢哋講咧，話佢哋身邊啲朋友咧有做開運動啦，去到都係完全腳軟，係做到就快死咁樣出嚟咯。一陣係唔知道咩情況，唔知一陣去到會唔會俾人操死。我哋啱啱咧就 check out 咗啦，就搬曬啲行李咧過嚟呢一度，呢度就係大名鼎鼎嘅 Muscle Factory 啦。咁今日咧我哋就係約咗一個教練啦，操三個，咁就係個半鐘左右。大概其實維翻咧每個鐘港至200-300左右啦。咁今日咧嘅 booking 係約操腳嘅，聽日咧就係背再加膊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入去啦。聽聞咧呢一度全部啲教練咧都係超級之地獄咯。咁佢呢一度咧係有好多好多層嘅。咁我哋啱啱咧就喺二樓嗰度換咗衫啦。同埋咧呢一度點解出名呢，佢除咗呢一度嗰個器材好好啦，教練好好之外咧，我啱啱唔係話已經今日係超級熱，點解唔想搽粉底嘅原因呢，就因為咧呢一度係地獄式嘅訓練之餘係一滴冷氣都冇啊。因為啱啱換完衫咧，我而家已經係開始出汗。因為本身我不算話好多汗的人啦，但我啲 friend 已經係頂白啦，未開始做運動已經係咁流汗啦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教練啦。OK OK。
住佢哋話係唔可以同佢講話佢哋曾經參過賽，如果唔係會操到你癲。哇！呢、這個就係呢一度最出名嘅機啦，第一個接受處刑嘅人士。Yes, love. Okay, here, good. Yes. Right, one more. Okay. 哇！要跑過去嘅。要跑過去。Come on, one, down, up, two. 我而家净系做咗一组咋，我就系要爆微丝血管咯，我觉得 feel 到要晒汗。真系好辛苦，我搞唔掂啊！咁攰到要坐喺地下嗰度，隔篱仲喺度 free to 搵紧，哇！同两个 PT friend 一齐嚟呢个真系玩命，大佬佢哋两个都出过去比过赛嘅喎，真系唔知讲咩好啦。呢度咧一操完就即刻有鸡胸啦，有饭啦，同埋有西兰花。如果你覺得辛苦嘅話，都可以即刻喺度買嘢飲啦，有香蕉啦，有 ice americano 啦，同埋脱咗嘅冰水，有唔同味嘅 protein shake 可以調俾你飲嘅。好啦，啱啱咧因為操得太犀利嘅關係咧，完全係拍攝中斷咁滯，跟住去到後尾咧，我係要一開頭係爬嘅，爬完之後咧我就成個瞓咗喺張墊嗰度，跟住操完之後咧，我哋就翻咗酒店啦，沖咗個涼，換翻套衫之後咧就出嚟食嘢啦。今晚咧另外就約咗一間再好少少嘅餐廳啦，就係食牛肉嘅，操到完全係勁想嘔咯，仲有我覺得佢嗰個節奏係好快之餘咧，就係嗰度冇冷氣嘅關係啦。好快，我想第二組的時候，我已經不斷問 Miffy 佢哋話係咁好想嘔，係咪會正常？跟住操多陣，我想一個鐘之後我就問呢度有冇輪椅啊，真係勁擔心自己走唔到啊！少少嘢之後去咗特骨啦，恰咗一恰之後，而家又再去食嘢啦。是不是真的？是即刻 record 了你一句，明天就操腳，說就不好了。是不是這個最主要就是操膊头和背脊，昨天真的操到想死咁滞，今天又嚟受死了。
今日咧已經係喺曬國嘅第三日咧，已經曬到咧有少少甩皮啦。跟住琴日咧一勁焗啦，好彩冇用粉底啊。咁我今日咧都係一樣啦，冇搽粉底咧就出咗嚟做運動。因為琴日真係哇～濕曬咯，成個人勁唔舒服咯。如果係勁厚粉嘅話，咁所以咧今日我就用咗 BOH 嘅第二隻防曬啦。呢一個專係防敏感肌啦，同埋泛紅，又或者好似我咁樣已經曬得比較犀利嘅時候咧，就用咗呢一隻。咁佢呢個咧係冇提亮嘅，咁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啦，個皮膚有少少敏感啦、泛紅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用呢一隻啦。因為咧佢呢個成分係針對脆弱敏感肌啦，同埋咧入面嘅成分係有積雪草嘅。咁佢呢一個用起上嚟咧係明顯會。潤啲啦，保濕啲啦，見到佢個 texture 咧係咁樣嘅。好啦，而家擦完之後咧，去換衫，預備受死。好耐都已經換咗衫啦，見唔見到我上身咧？呢一個係泳衣嚟啦，我哋請上身著泳衣過嚟做運動啦。上琴日真係全身都係汗，我啲汗咧直情喺隻手嗰度咧咁樣滴出嚟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係呢一個就係我嘅運動衫啦。然後咧，我哋操腳喺嗰邊啦，仲空曠啲行過嚟呢一度咧，仲更加熱咯。呢一個位係，而家係做完第一組，又飆汗啦喺度。琴日係預備斷完隻腳之後，而家今日預備斷手啊。我的汗呢是由这里流出来的。终于冲完了，现在已经变了一个水人，石都变了。而家咧冲完洗完面之后咧，就即刻饮翻个普天水。咁而家咧个行程就系要翻去酒店啦。咁但系因为啱啱咧真系全身都系汗嘅关系咧，就洗咗面啦。洗完面之后咧，就行出去泰国嘅路咧，就算个身唔补防晒咧，块面都一定要补防晒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就即刻搽翻呢一个出嚟，真系超辛苦啊！我而家已经系冇办法靓靓女女咁样搽防晒。我而家极速搽埋我条颈度咧。就咁样原装翻去酒店冲凉啦。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地狱教练 ，Leo。而家咧又嚟到第四日啦，咁第四日咧就系一个比较轻松少少嘅行程啦。咁咧而家就订咗去 Lex Relax 嗰度咧做个 spa。咁我今日咧自己系用翻有 base 嘅调色嘅防晒啦。咁呢两款咧，其实你问我边一个我自己中意多啲咧，其实我真系拣唔到，因为真系好睇翻自己皮肤嘅状况。咁两款咧，其实如果只要你出入喺韩国嘅 Olivia 嘅话咧，你都会见到佢永远都系排喺最前最 top 嘅防晒，因为咧佢真系韩国入面咧。醫學級的防曬真係完全 number one 嘅，咁佢哋呢兩支咧係 SPF 50加啦 ，PA 4個加，咁你見到我喺泰國完全四日咧都係用呢兩支嘅 product， 係完全唔需要擔心我皮膚嘅問題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住去睇下啦。好啦，我唔講啦，去揼骨啦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，拜。